谢谢美女，这真的是整只虾子在制作的。大人要吃鸡腿肉鸡腿吧，这规包鸡腿吧，这个唐扬鸡腿块叫啥？规包用鸡腿吧来做，咱唔好食甜面吧，甜面吧咸嘛，鸡腿吧甜嘛，还有花酱嘛，对不？这规包鸡腿吧，这一包一公斤，300-500面先客钱先赢，200咯，来200块这大包，这寄过来等我200块咯，鸡腿吧，200块咯，拢有啊，谢谢，来，阿峰，你帮我收起好不好？谢谢你，感谢你，你稍微放起来，我也白白吃，好不好？您家人要吃四味饭，伊这箱子你要宝丽龙还是纸箱？纸箱啊，摕一包起来。好，一龙起啊大到伊也买啊济哦。您家人要吃四味饭，伊这退兵了当吃这免煮，这没来是个南门囡仔就来啊。这一包卖500，卖400，300上面吃300了，200了，那没啦啦。这包搁送你啦，恁全部拢加买2包当去试吃看卖好啦。卖买到300，卖买到500，咱钱啊，俭俭啊开就好，四个就好啊，150就好，150咯，一包卖你人家150，这150咯，150，150人要吃四块半哦，退兵来当吃，这也免煮，啊，这会当做你好炒面啦、炒饭啦、火锅啦，会去这个人味拢袂歹哦，150人要吃150，拢有啊，都有了哦，来，慢慢吃来试。大家，慢慢吃，150够买来无？这人讲俗称小朋友的最爱，这囡仔最爱吃这个。我家囡仔细汉，我爱食这个。150人要吃无？拢有啊吼，来谢谢。来啊，恁过来是咩想吃什么东西？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啊，来。啊，这里面什么口味的？我用综合的。综合的啊。综合的就是一包白酱，一包番茄肉酱，一包意大利面青酱，三种口味拢有。好吃啊！100块俩，100块。一百块，人要吃意大利面嘛？100块。老表，你干啥呀？红酱料是的。我带走你。红酱料要一包嘛？来，一包包回。意大利面100块，还有要吃吗？100块。来，大料什么酱？综合，综合就是三种你拢吃啊。最后综合剩一个尔无啊，白酱甲番，这个白酱甲青酱无啊，100块要下来无？拢有啊吼，来谢谢大家。来，但是你啊收起来，准去收了吼，没有咯。来啊，过来，大家想吃什么东西？但是你啊，搁有啥物？我看卖一下好无？鲤鱼卖啦，足咸的，今日竟然无人要来，有够咸的代志。来，食虾啊，有人要食虾啊无？有人要食这无？这叫草虾。这鱼较贵哦，这草虾哦，这大只来哦，来想要食1000好无？1000有人要食无？800有人要食无？唔免啦，500好我就好啦，只要搁送你啦，卖啰嗦啊，大买6P的啦，开500就好啦，500块啊，500就好啦，拢我去啊，一包从100几块啊，超贵啊，谢谢，很贵，谢谢。你要吃黄金鲤鱼哦，这拢无饲的哦。这人讲细只的鲨鱼就是这样，小只的鳕鱼就是这個，一支饲拢无，啊，这肉硬绵绵的。这要吃免500，300块了，300块了。多少钱啊？我要7个啊，7个啊 ，Lucky Salmon 啊 ，Lucky Salmon。你有看我搭头哦 ，Lucky Salmon 你有看啊？来，我来讲哦，300了好不好？300好了，要吃。讲话真老实。来，帅哥你好，啊，看要吃啥，我讲哦，规桌顶拢会当点嘛，连人拢会当点，遐无人，连人拢互恁点住，嘛无要紧。300上面一个300块，即人讲俗称细只的帅哥，拢无去，即把幼绵绵甜不不，啊，300了。来，300块上面一个鳕鱼的300，他说你存几千块吗？应该上鱼啦，就等于食食，今仔反正也无人，凊彩今仔领我月底嘛。啊，石头我试过一届啊，月底拢也无人，这正正常的代志。啊，你啊收起来，真黑的啊吼，来，迄个阿叔还讲吼，多谢。月底我互恁哥俗的好无？我互恁哥俗一点啊，感谢恁的回馈，感谢恁的支持安尼好无？月底咱较省啊，口爱方便。啊！咱我都俗，咱尽量月底啊，尽量俗的，恁俗的恁当去食。全部五分加钱，第六个你莫加。这包有够油，够甜，拢无钱，先加钱先赢，200好啦，200块啦，我记住啦，无啦，无
袂底啊！来三个啊！送我俗的，送我俗的，100块落去几个？我无啊，抢了了，200了，哈哈，抢了了，这算你无啊？沙石啊！沙石啊，今仔无，恁爸是真会气死。沙石啊，最近炸来无半个钟，今仔无炸，你第四个钟啊，我这也无甲后生发一句话，搁两车单啦，真正无遐骗的，搁够好。做生意足歹赚的，萝卜干人客也无闲，要甲推销。可以啊，可以甲客个。可以。有啊。无买无紧，无买无紧，没有买没有关系哈。大，你莫不是讲有点啊？鞋啊，抢了了。来，上面食鲑鱼啊，500块就好啊。这一袋卖500，鲑鱼两袋卖500，三袋卖500，四袋给你啊。来500，三，等下等下等下，我来讲啊，这手剩两袋啦，啊无安尼啦，这两袋拢我你啦，一个人客。那装包啦，无人啊，500就好啦，500块啦，鲑鱼开500了。老板啊，听下讲啊，你要买？收掉。你莫讲啊，做技工的。来，你们食啥物物件？买鲑鱼。啊，做你希望我卖啥物？你鳕鱼起来我卖袂好，我感觉迄种保利龙迄种做好个。哎呀，还做好个，迄个物件人家爱。迄个人要食鳕鱼无？迄只比出，这只是浙江咱台湾人民食的鳕鱼，这叫扁鳕啊，大比目鱼啊。想要食卖500啦，是咪拢无啊？今仔一个5点外来买一箱，你买啥物美女？你买啥？买啥物啊？来，来，你要食鳕鱼的人家卖500，300，上面写鳕鱼300块咯。300有人要吃蒜鱼的无？300，这蒜鱼都用这些拢无饲啊，营养价值非常高。老人啊，过几日头壳的爱长期性吃。来300上面吃，你蒜鱼是咪准吃？阿叔，真正感谢恁的支持啊，拢我恁啦，一个人拢10袋当的啦，好不好？300了，来300块给恁吃，300块了。250了啦，50块给你啦。有这么真咯？200万美金，收起来，嘿，我拢卖300的。恁舌头我卖几啊？我你搁无卖嘞？来，我还要吃什么？我还讲啊，我有虾仁，我有红盘，我有螺啊，我有赤海，吼，我有迄个鹅啊，吼，我有红衫，我有三角啊。很老啊，这几样你也要来跟我讲啊、哦！要吃什么跟我说。啊，蛋菜给来买啦！哇，你介绍这啊，来啊，这啊。6包啊，66大顺啊。来啊！啊，无你唔食这個，啊无你嘛食这個，这叫人去看。水当当啊，这蛋菜哦、啊。这顿会炒洋葱跟奶油了，好啊。洋葱奶油炒炒就做好起来啊！哈，啊无你当下日顶多吹蒜头。哦，下日顶多吹蒜头。即外口半包吹一半，加100，即包吹2包，一定要300。300加300偌济？啊！讲完甲客个，讲完，等下，我即你遐客啊，两个人客哦，650面哦，即用电锅炉吹上盖甜，比蛤蟆蚵仔较甜哦。200了，来200块了啊，200块了。谢谢，感谢恁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上面食黑猪肉，讲完嘞。300、500拢免啊，来200块了啊！这美女，咱来讲话，拢食足济摆啊！一包100，2包三二，200了，200块了。讲完够了没？来无？我来试啊，这四个，后边搁一个。来两个啊！200块了，咱来讲完，你就该这啦。最后三个，最后一个200，把我鱼鱼哦，跳，做快看。哎，他说你帮我处理好了，他这个跳啊，你看。200拢有啊吗？你看人吃不了，要买100的无？拿1000块。啊，谢谢，阿姐辛苦。啊，阿叔，你先啊，迄个啊，你甲迄个东坡路以后偌落来无？我感觉今仔是迄个，无啦，东坡啦，一半迄个，我感觉今仔是一半背地的。到底是安尼？情况咩啊？阿姐用只鞋要背，都系你甲赵三讲的，用只鞋要帮我背过去。谢。然后我讲安尼生意也好无，吼。你讲人要食红烧牛腩拢无啊？这人老谁啊？来，无，你要无再免我，你不要。
伊这叫麻辣的牛杂汤哦，这我有煮过一包三个，这足咸的，你若无吃，你无必要哦。啊，你要加一寡的迄个水落去稀释哦，三个人吃。这只啦三个鱼啊，这只你甲加嘞，这叫麻辣双宝、椒麻双宝，这两包甲南州的口味上快赞，加水加火锅料，家己去全脸面，这两包拢会咸，卖五百卖四百，三个落200落啦，来两百块啦，给你送啊，200落啦。200块啊，200块啊，这种险啊，你爱食不？我就你爱死啊，最后就200无啊。你讲有啥物要摆无？哦，搁有啊，200搁有要爱无？来起来，我摆。谢谢啊。你若现场爱食险的人客哦，这恁抓的，是你帮我刷者。萝卜干。萝卜干起个，萝卜干搁有无？啊，所以你客若是你平你客。来春节，这萝卜糕都是咱用蒸的、用炊的、用煮的，拢会冻。这台中上有名连锁店春水堂的，有啊，搁有诶。萝卜啊，搁有诶，我记得150落啊，150，150落，要600，搁别少。来，这先按小400走好无？只要你300，来，起来。大几箱？来，萝卜糕搁有人要来无？来来来，等你萝卜糕保证哦，你外口买无这种物件。150了，哎，你要啥？你来跟我讲咧，啊，150个，哎，重哦，150个，要食螺，哎，好，我这老客户来啊，这阿姊啊对我上好，这你笑这阿姊啊，150个要来无？来，150拢有啊，我啊无要收起来哦，谢谢大姐，来姐，你帮我收一下，姐，你帮我收一下，姐，啊。但你甲递过了，大哥要啥？你甲服务者了，好。来，伊个来啊，大哥，恁个要点啥无？张客啊，刚个要食啥物？